我凑合，一起欢迎张鹏。好，我知道你们很羡慕我。今天晚上，我很想做一件事情。因为刚才前面在唱四首歌的时候，我发现准基相当的卖力。 방금 애기의 노래를 부르셨을 때 굉장히 많은 노력을 하셨던 것을 봤습니다. 그래서 제가 휴게실에 가서 한 가지 물건을 가져왔습니다. 어떤 걸 가져오셨죠? 이게 뭐예요? 팔자마. 아 이거 아까? 아 제땅을 이거는 제땅을 한 가지네. 不知道这张纸巾是不是有人想要？ 请关注动感101的各档节目，回去考虑一下这张纸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送出。哎，可是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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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있어요. 那么今天的主持人呢，我在上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也见过的。是在我们的东方风云榜的颁奖盛典上。哎，지난번에 내 동방풍문방에 그렇죠 그렇죠 맞아요. 오늘도 제가 또 부탁을 드렸는데 흔쾌히 이렇게 와주셔서 네 너무 감사드립니다. 那么今天呢，我也拜托我们的主持人能够主持我的节目，他非常高兴的接受了我的邀请，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。没问题，准基又出汗了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，我的福利绝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独享。接下来，真的有幸运的粉丝可以来到这个台上跟准基，就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了。他刚刚。 来了，来了！我们接下来是所有的准犯罪期待的时刻。我们从昨天从所有购买1282元票价的我们的准犯当中抽出了两位幸运粉丝，他们就可以来。哦，我们有请这两位新的朋友，一位叫王，哦，두분만요，只有两位，只有两位。王若星和蒋静，有请。哦，你好。 等一下，哦，你要验明一下真身。为了确保的确是通过大�280以及动感101，这个我们。啊，我们先确认一下，确实是购票，我们请准基确认一下，这个是真票。啊，예。1282票。1282。 你在说什么？我刚刚还想说呀。说什么？这个我刚刚还想说。1280，请准基确认一下票码。1280。1282。他说的很像一起来抱抱，有没有？啊！接下来，我想问一下两位粉丝，你们可以。